好，哇哦，第四题的，哎，第四题又恢复到我们上一章的，对，没有对，没有错，它有在课本啊，会用到之前的知识点，好，没有错，no problem，好，来，这里第四题就叫我们化简，好吧，simplify 啊，这里有叫我们 simplify，OK 吗？来，化简这个，哇，你看三的二 n，三的二 n，这是 OK，好，来，你弄成三的东西，对不对？三的二 n 啊。三的二 n 加一加上三的二 n，对，哦，这样好了啦哈，来这里，哎，这个三的二 n 啊，二猪头，三的二 n 来抽出三的二 n 啊，三的二 n 抽出来，二乘三的一哈，加上一，这样可以吗？没问题啊，三的二 n 抽出来是这样，然后这里呢九的 n 嘛。就等于三的二 n 哦，OK 啊，好，越减越减，所以等于七，Good，no problem 啊，好，就是这样，同样道理哦，这里呢，这个是五嘛，哎，这个是鸟鸟来这里五的 n 加二，减掉五的 n，减掉这个我弄成五的二啊，乘上五的 n 减一，OK，我先弄成这样啊，五的 n 加二。减掉五的 n，减掉五的多少？n 两个相加变 n 加一，对，好，通通五的 n 抽出来，前面剩下五的二，这个剩下整个一，这个是五的一次吗？啊，五的 n 多少？25减六19，OK 吗？好，等于5n 乘19，就这样啊，25 20啊，OK 啊，No problem 啊。有同学说老师。这个哈，或者这个抓不到，对不对？好啦，我 note 给你看一下，有同学会这样问啊。如果你这个抓不到，对不对？好，假如是这样，好不好？我是针对这个来讲，好不好？为什么等于它？OK，有同学会以这个疑问嘛？五的 n 加二减掉五的 n 减掉五的 n 加一，对，好了，你要五，大家都有五 n 嘛，五的 n 乘上五的二，对不对？减掉五的 n 嘛，对不对？减掉五的 n 乘上五的一，对不对？是都有五的 n，我慢慢推给你哈，因为以后就直接这样，OK？因为同学经常会问，这个有没有？这个怎么样？对不对？可以啊，好，这个当相当于乘一个一嘛，OK 吗？好来，好，五的 n 有，对不对？好，第一组是剩下五的二次方。第二组是剩下一个一，第三组是剩了五的一次方啊，所以是这样啊。好，慢慢解释给你听啊，OK？最终你还是要会哈。好啦，没问题啊。好，来这里，好之后呢，就是这样啊。哇哦，这讲来，这三分之一次方好没有关系，就是最外层是三分之一嘛，对不对？好，这里多少 a？底数一减掉负二分之一，b 负一减掉五了啊，不好了，对不对？等于 a 的多少？a 的多少？二分之三，b 的负六，三分之一，对不对？有没有根号三次就三分之一嘛？我们上一章学过哈，所以 a 的二分之一，b 的负二，对不对？好，你做到这里可以了。但是说，老师，我喜欢这样，可以吗？也可以啦，OK 嘛，也可以啊。再讲一次啊，你看到答案这里或这里，这要互换哈，OK，no problem。好啦，好来，哇哦，这里 D 啊，第四题的 D，有同学发现到我弄错了哈，耶，谢谢同学哈，你们最棒了哈，来。好，这东西怎么做呢？哇哦，这是五的平方哈，这里多好哇！我用那个啊，用绿色代表有修正过，好不好？来，等一下，来，等于五的平方，3a 减一，k 吗？再来呢，20就是二的平方乘上五哈，对不对？6a 减五嘛，这里是 6a 减五，这里是二的三次啊，这个我写错之前 3a，OK？好，等一下。五的六 a 对吗？五二六 a 减二，这里呢，这是二哈，同学二，宝贝来，二的12a 减10，五的六 a 减五，乘上二的九减339342a 哈，耶，等一下五，好来，
6a 减2相减的话啊，相除就相减哈，来，这两个哈耶，来，这个东西是这样，哇，这个哈同类项嘛，对不对？来，相除就相减，来，no problem，减掉多少？减掉好了，这个哈这样，6a 减5哈，好啊，这下面我不要动它啊。同学，这下面我就不要动它，可以吗？好，下面我不要动它，好，不要动它，所以这个多好。来，来，这样，好，二的多好，12a 减十减，加上九减十二 a 哈，好了，耶，这才括号啊，二的五的三啊，整理一下五的三，这里来杀杀二的负一对。你125的，乘上二哈，好，计算机按下就好了哈。这个是啊，125，哎呀，125，二的负一边上去的哈，所以250哈。好，同学记得哈，要帮我 check 一下，宝贝，OK 吗？Thank you，250，好，bingo。